本期讲解一个快手无人直播小游戏的项目，操作简单，低投入，零风险，变现快，适合操作简单，适合这个小白啊。课程包括项目文件的介绍、直播间的搭建以及任务领取的方法，还有包含这个直播的素材、软件安装包都有详细的提供，全部都提供好了的四节视频课，大家看看，四节视频课还有软件，还有这个游戏的素材、去虫的素材啊，都有这个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无人直播小游戏啊，或者是快手无人直播小游戏，就可以下载本堂教程了。